你在种植这一块，就好比虫虫病，你想你们怎么去做呢？虫虫你就是这个换地就不需要，就没问题了。换地？一年换地就没问题。那你现在租这个地，租金一年多少钱？1400。1400。嗯，对。你感觉贵不贵？这个价格够高了呀。够贵了。那你为啥要租呢？你这种地，你一年换地，你要是虫虫必须嫁接。不嫁接就如果不嫁接也可以，必须用大量的杀菌剂，用农药杀菌剂，对吧？你像咱们西瓜经常会碰到疫病啊，包括炭疽啊，然后青霉病啊，这些病害的话，你像你们是怎么去做的？这个不多，不多。因为一年一换地，不多，一年一换地。一年一换地，减少病害，突然病害都很，因为突然病害啥都没有了，都很少。你像预防两次。多发是三次，都是炭疽病、疫病、青霉病，喷一次个带菌猛禽，再等于再喷带菌猛禽，几乎都没有这些东西，就没这个病。不一年一换地不行。对。你们看吧，这个瓜农他就是靠一年一换地，也就是我们减少虫虫，然后我们经常碰到的那个炭疽啊，这些比较难防治的病害，他就靠一个简单的带菌猛禽就可以搞定了，一个带菌猛禽都能搞定。对，你主要的就是吧，一年换地，啥都没，都没事了。你不一年换地，它有病菌，你就麻烦。虽然说地租稍微高一点，但是中间省劲啊。对，省劲。还有这个减少农药残留了。对。好，这样，谢谢。好。